今天晚上啊，家人们继续教你们撒网，场地都已经收拾好了。先做一个剪网视频，一开始圈稍微小一点，最后一圈的手可以适当大一点，手捏的位置也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网呢提着离开地面，在这个自己跟前啊成一字形排开，然后先剪成一个大圈，然后呢收一收，收成一个小圈。剪的时候离地30公分，并排拿起两个刀，放到左手啊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开始剪。剪的时候把这个网线啊全部捏在虎口里边，和膝盖位置差不多高的时候，呈45度倾斜角往上剪。剪到最后啊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左手的中指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。劈网的时候，家人们看着啊，提着离开地面，手腕一翻。好，你看吗？网坠一定要全部裸露在外边。撒的时候啊，向后一撤，向前轻轻一摆。看，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！马上直播开启，教你们撒网。